Hello，好久不见，今天我给大家录一期采蘑菇的视频。这个应该是那个平菇，我种的。像这种小的，大概两天就可以长成这样子，就用一些菌包碾碎了，然后混一些椰糠，就可以长出来。我们先把这一盆采了。像这种的两天之后就跟这个一样大。哎，好大，看下面是一个菌块吧。加收一点萝卜，这萝卜可能没种好，长得有点畸形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萝卜特别大，拔出来看看。这颗也特别大，哇，这颗可能根系没扎好，营养不良啊。像这种萝卜大概一个月就能收获，但你不要种的太久，太久的话它可能会老。樱桃萝卜已经不像樱桃了。这个开裂的话是因为最近一直在下雨，雨水过多就会开裂。最后一个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阳台的菜园，现在已经有点变化了。这边种了一颗蓝雪，这边是一个无花果，这边还有果子，那边也有果子。这是秋葵，但是种晚了，所以一直没长。这边是我播的菜心，这边是一个荷兰豆，像一个花柱一样。然后那边是一个葡萄，这边还有个蔷薇，但是就在阳台种这么多东西。今天就收获了这么多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那这个视频就到这儿，拜拜。